在与可可利亚的对峙中，布罗尼亚烧毁了自己脑中的生物芯片。此刻，福华和牙医正在病房观察他的情况。真是的，这个时候，基亚娜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好了，现在布罗尼亚的状态也稳定下来了。牙医，还是去休息室等巡院长回来吧。可是，没事的，这里有我照顾着，快去休息吧。那，好吧。没想到已经损伤到这种程度了，徐院长回来应该还要段时间，没办法，只能先试试看了。醒醒，你现在必须醒来。是谁？这里是监狱。是的，记住，你一定要从这里出来。